反而是你比较闲。哎呦，我怎么没有拉拉链？随身检查，口袋和风帆。我去了。嗯，好。你可以上高啲玩過邊啊嘛，除咗落嚟都得。哇，好驚啊！
哎、欸，也蛮快的吧、嗯？他们要先去玩，他们在福冈啊，他们要去太宰府玩。票，他们在福冈。谁门？你先站立全开。谁门？40分，起算。50分钟到得了奥志贺吗？也是路蛮远的呢。我们就是推的地方麻烦的，熟门熟路的，至少不用迷路。直直冲就有可能就冲到了，而且现在又不是分流。又回熟悉的路。我刚传一张给那里，好吗？我这边拍他手机，可能一直在 family 频道。我们刚拍一张后面。等一下烧了三。我现在回头就可以了。果不其然的，到处是二兵。难怪弟弟不要来。嗯，二兵也可以练啊。哎、欸，这个往下做的，是换班的。啊、你站立全开啊？什么站立？就是说那个啊，笨仔。哦，你是说他们去？看福冈的、哦，对呀、啊。哦，我没有抽啊。哪一张啊？哪一张比较好？哪一张比较好？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？都好。它的形状就是那样。知道这是哪吗？总之这一整块一路到东京都是暖气团，这都算极端气候吧，比如说突然很冷，雪就是大雪，然后就是那种几年不离的大雪，破纪录的低温，接下来昨天又是几年不离的高温，就跟三月一样。然后那三月的雪也可以滑啦，你看这个都可以滑了，这跟三月的是一样的。Hello!
题耶、欸。中间那个波浪有点硬，吓我一跳。切的下面那段滑得好的话也可以不用推，下面切过去那一段你记得吗？要推很远。我就认为要从山顶走啊。不是，我刚刚应该拿地图的，反正是我忘记 check in 了。你现在 check in 又要换雪场、啊、是，但是不是至少它会记录吗？好啊，那你就把它 check in。我觉得应该是十二点半差不多。好像连北海道也是零度以上。所以不过我猜那这波就这个周末整个都是暖的吗？我猜头妈不会好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它是大陆中间，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吹到暖风就对了。我也不知道，就是严格讲通常大陆中间会比较冷，会比较被当地的气温带着。很绿耶，你没有觉得很绿吗？因为都化光啊。化光哦，它本来有包起来吗？本来有被冰包起来。那里有块，你要四处找剩下的。啊，这几天都不会下雪了。今天晚上可能没有一滴滴。那明天也是暖的吗？但是晚上下没有用啊，白天的话，明天是凉的，对啊。但是我不知道一些预报会变。反正我的目的，然后后天，反正我目的是来吃东西的。后天就好像好一点，在各国。这样，有可能后天会变成下雪天。我里面那一层啊，外套没有拿起来，肚子还是会凉凉的。我这个外套就是这么好。我还是蛮喜欢这一件。我是说我觉得热热没关系啊，但是它的功能都好，口袋都，这是没有那个放雪票的、啊。对，我就说了，然后我一确定就是那个。还是你要穿我紫色那件？你应该穿得起、啊。你都不穿吗？我应该都会穿这件。因为借我穿看起来太胖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太大吗？胖嘟嘟。为什么？它就是宽一点的啊。哦，那我就会变成全面替代为，那我的中层这样够吗？我冷的时候都是靠这个外套加中层加内裤。那件其实也蛮保暖的啊。只是我冷的时候，我这件是只有一层皮，跟那件其实有点像，所以其实我都是
内层会穿到两件，然后穿中层，然后再外层。我这样，我内层。那你就内层穿两件，为什么不行？那蓝的跟黑的各穿一件就好了。因为它很贴啊，塞得下啦。嗯，是没错，只是那会有紧绷的感觉。哎，这个是要先切去广州啦，直接下就是广州啦，下去广州啦，然后广州啦上去就可以了。广州啦上去之后再直接东莞东边上，我好像记得下面有个切过去。哦，志贺好像有这个印象。哎，对啊，那个地方就是，所以是只有奥志贺可以用去的时候是用回来的，去的可以，回来没办法，回来就一定要走山地。对对对对对，oh. 所以我们回来就觉得烦死了，坐巴士，因为这样子车子一路搭上去了，它下面的缆车也不是很快，就觉得一路搭回来要花太多时间，坐车一下。请抬起安全杆，坐滑下缆车，这边都没雪。我要脱鞋子一下，我右脚脚。
厉害。穿到那个结在脚，小妞妞就很难过，就不太舒服。嗯，好，所以我刚会不会误判呢？上面也要切，下面也要切。我现在觉得你刚突然走，我想说奇怪，怎么不是先切东莞呢？这边也可以切啊。你家都有自信，拿出地图。确定一下好不好？不用不用，我知道可以切。我唯一不大记得的是，下面切对你比较好，还是上面切对你比较好？我记得都不是，你都是要退半天。不过现在这种湿湿的雪，应该上面切应该可能比较简单，我觉得。湿热冰之旅，湿热冰美食之旅。我现在有事可以做啊。看地图啊，确定路啊，不，那些路我都记得。我现在可以把那个配恰吉进去就好了。你都太有自信了啦。不是，我真的记得啊。我把那个路恰吉，把刚拿到的恰吉。你可会为了我看一次地图？我不要走错，我不要迟到。不会错，不会迟到。会不会迟到不见得，但是不会错。这个配。追加地狱，长野。不是用这个配，这个别的，不是这个配，看一下那个单子，该不会是直接用那个吧？这下有趣了。看一下说明，平日用，使用方法请看背后。SS key， 读 QR code 之后去指定的 website。去 website， 然后再登录进去。结果信周哥用的不一样。好，我们总共会坐两次缆车。澳之后会再做一次。我看到站了。新秋瓦里，信州哥。我还把它读进去。该不会又要注册了吧？我觉得一定是。Thank you.
这里有网路吗？不知道、欸、没有。这不是，这是雪道吗？这是雪道，这是个黑线，我没有滑过。我现在要栽到山下面去的感觉。但是我们看过它很多次。我刚刚还在想说，它插了很多红色，这是路吗？现在是十二点整。
怎样？应该走偏右边。为什么？啊啊啊！走了啦，不要浪费我的速度。有个 D1 呢？啊？下面有个 D1 呢 ？D1 什么不理他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是 D1。哪里有写 D1？ 比较近一点。啊？你可以看往前看一点。啊、你是说我看错了吗？我不知道哦。好像 D1 才是呢 ，A2 是错的。对啊，所以我问你说还有一个。哇，我记那边感觉又是回去的。我觉得 D1 才是，对 ，D1 才是，太对。指错路了，然后斜切进去。你确定吗？我是看不到字哦。是 D1， 是 D1。嗯，对。好，欸，其实 D1 那里还有一段下坡。通的起点是那边，好，对，那就慢慢下去就好了。但是我习惯从这里开始走，太高了吧？我不小心滑到离你很近，然后有个小孩子打在那裡。对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先下一小段子。等他们一下，那个不起来吗？对啊，小孩子摔倒了。
一家人。我们赶时间呢。那冲过去了。很陡啦，是要慢慢下的啦。
照起来，我没有照起来。我都会照啊，因为那冷风我觉得会头痛。没有没有，今天完全没有冷风会头痛的问题。你速度快还是有冷风？我就说今天的温度不会，因为你八度就跟骑脚踏车差不多。啊，身体又在骗人的，要骗人的。他说你的什么东西要这么东西哦。
车的时候就已经15、16了。行。那你搭车也要时间啊。嗯。急，匆匆忙忙，匆匆匆。我等一下就往冲掉了。哦，那你先去跟他报道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我晚一点进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不等你。你要小心哦，不要冲，不要。咋走这啊？
消毒。报名的，报到。You can't steal. 哎，那你帮我按掉。